13,600秒，哇，越来越近了。耶，还有24天就放暑假了。耶，还有24天才放假，好烦呐。佳佳，24天很快就过去啦。对呀，宝贝，等放暑假你就自由了。妈妈，我现在就想要自由，我不想去上学。那怎么行啊，宝贝，马上就期末考试了，怎么能不上学呢？对呀，而且现在新科都上完了，每天都是复习，又不累。就是因为要复习，我才不想上学的。啊？那是为什么？哦，是不是考试慢了？说，是哪个？妈妈怎么穿大裙？哎呀，没有，我就是觉得每天除了复习就是考试，还得要命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要期末考试了，不都是这样吗？对呀，佳佳，老师说复习的内容都会考，你不复习考试怎么办呢？那怕什么？都是学过的，我又不是不会。妈妈，求你了，我保证期末考一定考90以上。佳佳说的也是，反正不上新课，在家复习不也一样吗？豆豆，你去房间帮我拿下车钥匙啊。好嘞，妈妈。哎，妈妈，你是不是同意了？可是还得骗过你爸和豆豆才行。这样。哎呀，别啰嗦了，赶紧去复习。哎呀，我就说嘛，佳佳宝贝是知道要认真学习的。爸爸回来了。佳佳，你这腿怎么了？爸爸，我今天把腿摔骨折了。